没有素食的十个，素食另外算的，差再少一点。到时来宾充满了紧张的气氛，因为这一天所做的餐点是要做好家己和同学的爸爸妈妈来品尝。煮了真好，老煮啦，啊，就读这，就是正确的啦。至于他本身，他也是蛮有兴趣这方面的，比较兴趣。对啊，哎呀、啊，不会还不错。很高兴他能毕业。那你希望你以后怎么样？啊？开餐厅还是？哦，这个我倒不会去强求，看他自己的兴趣，他想怎样就怎样做。包括每一道菜的制作以及餐会中的服务，都是由学生一手包办。毕业之前最后一届在学校展现手艺，就是献给家己的亲人。学生的感受都表现在面上。学校在家煮比较家常的，学校就像比较正正、比较精致的。我很高兴可以帮爸爸的忙，然后可以尽这份孝心，为爸爸服务。带着紧张和欢喜的心情，变出了一道又一道美味的餐点。家长吃了欢喜，校方看到学生的表现，也为因感觉骄傲。学生哦，学了三年，而且又好、哦、又这样能够自从自己这样设计菜单，我感觉很欣慰。他们能够独当一面。毕业成果展跟以往不一样的方式，我们今年呢特别邀请家长来品尝我们学生这三年的成果，在学生的展现上面，不是只有在证照上面，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，更能够展现出他们精彩的技术。看到孙阿要毕业了，阿妈妈欢喜家想要开餐厅，给伊来画厨房。学生学到一手的好功夫，就是对家长上好的报答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